大学生活没自由，爸妈请你快放手。刚上大一，我妈妈就会每天9点10点都打电话来，就说你现在人在哪里啊？比如说我那一天想要跟同学出去逛街，他就说那你把那个场景拍给我看，那你跟哪些同学出去，你们合照一张啊。我会要他用餐的时候拍照，看他吃什么。你儿子大学生，大学生该不该独立？应该大学毕业以后吧。今天晚上9点，爸妈酒很大。